都吃这个长大吗？有味道吗？它的香超甜哎、欸。C4482 Basic Basics， 嗨大家，我是明轩，我是杨。我们今天呢看衣服，哎、欸、看不出来我们要做、欸，以为我们要做墨绿挑战。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透明挑战。哎、欸，透明其实，在我们二十四小时影片里面，超多人留言过。对，终于要来做了，但是我们这次两个人都一样，我们都做透明。对，那我们多一点点限制。嗯，对方点过的不能再点，不能再点。好，那透明我们的定义要怎么算？透明呢，就是可以透过去看到东西的。那我们来开始。来，那我们第一餐呢？我点了卤味，因为我想到了什么？水晶饺。水晶饺是透明的标准嘛？我点了豆芽。对啊，它煮完是透明的嘛。算。然后呢，我还点了那个蒟蒻。哦。但是那个蒟蒻丝啊，它上面有一根是绿色的。欸、那个绿的我觉得有透哎、欸。这个有一点太勉强了，我把绿色那一根拿起来。好、哦。哎、欸，这洋葱也煮得很透。嗯。那我今天点的呢是一个冬粉，蛤蜊冬粉。蛤蜊，蛤蜊不能吃哦。蛤蜊如果有泡泡，是不是就有点透明了？可以，蛤蜊有泡泡是可以的。那你就不能吃蛤蜊咯。对，但重点是，我是觉得你这外送的不会有泡泡。他有送一包这个辣萝卜，这个就回家给我弟吃。GG， 我回家给我哥吃。他们要剪我们的粉。来这边就是一整份的冬粉，可怜吃个面还要这样子挑。像这个水晶饺很透，然后上面有一些豆芽菜、洋葱。刚刚说的蒟蒻就是这个，里面有一根绿色，绿色把它拉起来，其他的都是透明的。你讲好 Q 哦、喔，哎、欸，蛤蜊耶，烦哎、欸，可恶，那蛤蜊我想吃哦、喔，我不行吃，你也不能吃。这个汤还不错哎、欸，油葱酥的味道，它那个冬粉应该是完全分开煮的，完全没味道。蛮疗愈的，现在它，感觉我们今天透明的东西都会很多，都是植物的东西，果冻类啊那种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呢是跟帝君科技合作影片，嗯，要来跟大家介绍这几款他们 Gear Fold 系列的手机壳，透明手机壳，所以我们吃透明的食物。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手机壳？是因为他们用的材质超级惊人，非常厉害。他们里面用了一个叫做 D3O 的凝胶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 D3O 的凝胶呢，据说呢是会用在军事头盔哦，然后重击防摔服，而且运动的护膝之类的，或者是防护手套这种，听起来就很高规，很厉害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次就直接来试试看它到底有多厉害。我们这边拿到了它的材料，对，就是它这个 D3O 的材料包，我们就直接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。防撞就防撞，哇，好兴奋哦，好漂亮哦，是橘橘的，感觉像史莱姆，很好玩。好，那我先来玩一波。不要吃，你看你要吃它，有点想害怕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材质做的一个软垫，这是一颗铁球嘛，然后一般铁球碰到桌子上。砸这么大力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海绵，好不好？也是一样的到处弹。然后这是刚刚那一个。哦哦，直接停在上面哎，夸张！它真的直接吸住哎，救命！然后那个他们给的参考资料很有趣哦，他说呢，我们拿这个东西包住手指之后，拿铁锤敲手指不会痛。试试看啊！我好好奇、喔，反正我们自己打自己啊，自己实力，或者是包我都可以。哎，我觉得它好好玩哦、喔，包你，那你要包养我吗？哦，好好玩哦、喔，这个东西我可以玩一整集耶。好了，好，我这样轻轻敲、喔，我就已经觉得我的中指蛮痛。我现在是这样的力道，然后这个慢慢加。我太大力了啦！你在敲钉子哟、喔。我现在的力道是。这样哦，真的，但听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你刚做的事情我看了都怕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一定有感觉的，但这个感觉不到痛。你敲太大力了，我敲桌子很大声，那我敲手上就是这么大力。哎、欸，好酷哦！哎、欸，这个材质好酷哦！我轻轻一拉，它自己变超级长，然后变好软，然后慢慢的掉到我手中。哇，好流动哦！因为我对它很温柔，它就温柔。嗯、哦，对它初乳，它就会很硬。我们刚刚证实手包着不太会痛，对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要试试看，那它包着蛋是不是也不会破？哦，我们要丢鸡蛋了。对，那一颗有包，一颗没包，来试一下。对啊，把鸡蛋放上来，我来包。
好的，各位，我现在手不能停，不然会粘在我手上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一二三，哇！他没事。我刚听到有破的声音，是他的。是他吧？嗯，他破了。啊，破掉！完好无缺，好猛哦！我们刚刚测试过，鸡蛋包着再丢，真的没有再破的哎。那我们现在换镜子来怎么样？哎，我们先敲这个有隔板的哦，你说它做好的，对对对，太大力了 ，Oh my god！ 这个是桌子可能会凹动的力道，对啊，然后被关切，知道它厉害了吧？你要真的敲吗？可以啊，来喽，那个小隔板哈、哦，来。哦，睡人彻底。我这一下反而很轻哦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那这次 Gear 4手机壳 D35 系列出了非常多不同的款式，嗯，然后有很多透明款，对，像是幻彩款、全透明、皮卡迪利的粉框，还有 MagSafe 等，他们都使用了我们这次实测的 D35 材质，更耐摔，然后可以同时保护到手机外部跟内部的零件，而且它一个就是很轻薄、很简约，就是大家如果不喜欢太花巧，就是他们家手机可能可以参考。嗯，而且他们比一般透明的手机壳变黄的速度还要慢、哦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用它。然后它现在也有支援最新的这种无线充电。嗯，我们现在呢来吃第二餐，不过因为太热了呢，然后我又没什么食欲，所以我点了刨冰。刨冰，刨冰就透明的。那、啊、你吃什么料？粉条，爱鱼。好，可以选四个料。对，然后我就跟老板说，哎、欸，帮我都换成粉条。啊、哦，好喜欢粉条 是透明的，因为有的粉条是超级白的那种、哦，那个可能就没办法了。我的中午呢，因为我早餐吃那个还蛮多的、嗯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来个喝的。大家知道可以喝什么吗？我可以喝荔枝玉露。很透吧？都是透的。对，然后它原本下面是有那个白白的荔枝冻。嗯，我点荔枝玉露，还跟他说我不要荔枝冻。那你加了什么？换成芦荟。啊，好想吃芦荟哦！哎、欸，芦荟完全隐藏在里面，是不是？啊，好孤单哦。不是有那个吗？爱玉有啦，透，很透，可以哈、哦，超级透。然后你的有透吗？看得到我的吸管吗？有东西在飞，有没有看到？很像那种飞蚊症会看到一样的。哦，好香啊！你闻到吗？荔枝味。嗯，荔枝果冻的味道。我今天订扛板的时候发生了非常麻烦的事情。我本来想说，哎、欸，那我的料要换成什么？它那个荔枝冻我不可以吃，我想换粉条，就你点粉条了，我就不能点了。对啊。然后说，哎、欸，可以换爱玉，就你也点爱玉，我也不能点。嗯。我就只能换成芦荟。先点先赢，而且。换成芦荟之后呢，我原本选的那间店，他拒绝了我的订单两次。他本人要这么辛苦？对啊，又不是告白，要被拒绝两次，这没什么味道，他糖水加很少，就真的是清冰的感觉，没什么味道。芦荟配这个好好吃哦，我以后点这个我会再多加芦荟耶，芦荟感觉很棒，很搭，超搭的。哎、欸，我莫名的觉得我在吃荔枝哎，荔枝我们还可以吃哎，透明的。我觉得晚上我们会很饿，因为我们只吃这个。我的晚餐呢，透明的东西就是凉粉啊、酸辣粉这种东西。你看这个辣椒那一层，本人是透明的，它本人有这么厚一层辣油，你确定你能承受？可是我就很想吃啊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我附注什么吗？我勾了不加葱花，不加木耳，不加火锅料，不加鸭血，不加金针，不加米线，不加蔬菜，什么都没加，只加了香油。那这样要多少钱？160。什么都没有，还要160？你花160买这一个透明的辣油、欸，我不能吃，就叫他不要加了，不然在那边伤我的心。好，然后我点了港式餐厅的一个，这是鲜虾的肠粉跟鲜虾的类似水晶饺的东西。Oh my god！ 看起来太赞了吧？为什么才3颗？这样我哪够？我可以一辈子都吃这个长大吗？我今天点下来300，哈哈，就这两样。我今天不是透明挑战，是凯子挑战。你看，它像水晶饺一样，它已经破嘞。那就把它包好，包好。然后这个也是透透的，还行吧，还算透吧。肠粉超好吃，我爱肠粉。你有没有观赏倒辣油？确定
这汤可以喝吗？我跟你说，这是透明，我就倒到这了。哎、欸，我吃了在这里面，这是倒出来的辣油。啊，好啦，可以啦。好不溜的感觉，给过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给我很多酱，我都忘记了。肠粉，这是一个像酱油的。是的。然后这旁边不知道什么，这个应该是辣椒，好吃哦，这个是芥末酱。哦，透明的虾，好酸。饺子、啊、超 Q 超弹，它怎么才三个而已啊？我这样一口哎，四十块没一口就四十块，放上一个冰。我今天特别饿，而且有种没吃到什么东西的感觉，透明让人家觉得好空虚哦。好，现在是晚上九点多，然后我刚到家，但肚子一直有种空虚的感觉，所以呢又这么晚了嘛，我就去超商买了一个寒天，寒天很透哦。要看吗？我们结束了我们的24小时透明挑战了。对，昨天晚上感到非常的空虚。哎，对，我有吃宵夜，就是肚子太饿了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寒天。可是喝完还是觉得好空虚哦。但我其实一直觉得很想吃东西，可是其实我是饱的。对，就很想要吃点肉啊。对，其实有点难找了，我觉得跟之前的挑战比起来稍微难一点。然后呢？我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Gear 4 的手机壳们，真的是好用耐摔，真的很漂亮。我在用的这个是，就是它很像那种雷射光，超好看。然后你在不同角度看到你的手机颜色是不一样的，它的这个换起来很有质感。对，然后呢，有手机壳也千万不要忘记保护贴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了啦，我们自己也都是用这个保护贴。就是手残的人呢，非常适合这个 Hoda 的保护贴，因为他们都有贴膜神器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次呢。还凹到了抽奖，总会抽出十位幸运得主，送出我们的 Gear 4 军规防摔手机壳。哎、欸，十位很多哎、欸。我们呢要抽奖的话，你要在留言留下我要许愿下次24小时挑战题目，然后再把你的题目写出来。哎、欸，前面这几个字要一模一样哦。嗯，这样才可以被抽到。然后呢，有可能我们下一次或下次24小时挑战就做你的题目。哦、我们的抽奖时间呢是在8月7号到8月15号的当天晚上的12点之前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8月16号礼拜一就会抽出幸运得主。耶，赶快来留言，赶快来抽奖呗。那其他详细内容呢，请看我们的资讯栏，有更详细的抽奖办法。对，那喜欢这影片，记得有没有喜欢，就订阅我们频道，别忘了小铃铛。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希望我们都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追不要你粉，我们一起玩 Facebook。想要支持的话，加入频道会员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